昨天晚上我收留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，他刚刚夸我是腿精。噔噔，这个是昨天我们下班回来在路过的那个鲍师傅糕点买的，这个里面就是超级好吃的海苔肉松。两个人可以吗？一人挖一个。对，坐不下。哎，从那边上。我们两个人还坐个小车车，冻到瑟瑟发抖。哎，小心。以往我都是一个人，就是有时候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会做一个。阿姨，前面这儿很蹲，就是那个地特别烂。这阿姨好可爱呀、啊！我的帽子被震歪了呢。这个没有护栏啊，这个是敞篷车。哎，真的好危险、啊，我下次有点不敢坐了。好了，好嘞，谢谢阿姨。慢点，蹲下。好，谢谢。今天一结束，夏天的花，春天洒落叶，冬天可感。鲜榨果汁 juice bar， 我买了蔓越莓干，然后还有这个水果干。天哪，我简直是个养生派。现在冬天天黑的真的好早呀，现在才5:46，天就已经黑了。今天中午我吃了一碗麻辣烫，然后还喝了一杯橙汁，我现在又饿了。banana banana banana banana， 就当什么都没有听见。开了个会，但是开完会之后吃了个饭，那一会儿到地铁见，拜拜。
下班从地铁站大概走回家还需要大概10分钟吧。其实我回家这条路上有很多卖水果的，然后我记得我刚开始来的那几天，每天下班回家都会买一些橙子、葡萄。我等会儿就到家了，一会儿到家跟你们更新，拜拜。